近日，吴钊燮再度大放厥词，误称大陆无理挑衅，对台军事威胁改变现状，呼吁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支持台湾维护台海现状。对此，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表示，吴钊燮有关言论颠倒黑白，混淆视听，再次暴露出其顽固谋独本性。佩洛西窜台闹剧充分说明，民进党当局是不折不扣的挑衅者。在我们一系列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下，民进党当局不思悔改，反而公然歪曲事实，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角色，掩盖其谋独挑衅的本质与行径。众所周知，民进党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，是其煽动反中抗中、谋独挑衅的遮羞布。正告民进党当局，如果在挟洋自重、谋独挑衅的邪路上不收敛，必将遭致更加严厉的打击。